好的，台南好礼月月抽活动进入了倒数，市府加码第二间轻豪宅，位在新市，市价超过500万的全新建案，两房一厅，还内附冷气机。高雄市府则寄出了手机以及电动机车大奖，还加码抽出数百份礼物，包括住宿券、美食券、百货礼品等等，邀请民众来观光消费。采光良好，格局方正，通风的环境，内附冷气机和室内装潢，两房一厅一卫浴。这间位在新市，市价超过500万的新房，台南市府直接开箱给你看，因为只送不卖，就要大家把握机会。是复兴路105号，房子也是500万以上，而且还附装潢，还有附家具装潢。家具装潢全部。对，你只要带个皮箱去就够了。台南市从下半年推出振兴消费活动，只要登录满额消费发票，就有机会入住全新建案。好的，我们第一组号码诞生了。除此之外，市府也举办第五次抽奖，抽出汽车大奖，期待公布第二栋轻豪宅后再冲一波买气。而高雄市也不让台南市府专美于前。活动结束就立刻把机车骑回家，只要上网登录，除了有机会把手机、电动车带回家，现在再宣布加码。住宿券里面的话，就有300张的住宿券，跟数百份的一个百货礼品的部分，那会在21号的21点抽出，全数抽出。各县市力推优惠活动，在疫情冲击观光的当下，邀请大家来消费，刺激买气，带动观光。华视新闻台南高雄报道。